到底在怎样的世界？要魏小玲，这个女孩好像有点怪怪的。你喜欢丁宇对？大勇喜欢的是丁宇。你身上这个别人送的同心结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走，明天就搬去石家庄了，方便调查我的死前面。每周六晚间8点，敬请锁定中天综合台《脑波小姐》。